方配粉混叠的色进去，他是喜欢那个黑暗系的，他的红色也是黑暗红，黑暗红，黑暗。欢迎上帝，我是娘娘，我是妈 Kiki。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Pigment Tokyo， 它是一个做颜料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做出你自己独一无二的颜料，世界唯一的颜料。妞妞，你想要做什么颜色呢？世界唯一的妞妞色吗？我们去看一下，它真的很漂亮，就像是个艺术品一样。它在品川这边，我们要从那边绕过去。你看它这边围了一个很有艺术感的墙，看，好美，好美哦！哦，好漂亮哦！然后它这边也有这种长形的颜料粉。这是我们等一下上课的地方。你想要什么颜色？你有看到吗？你知道你可以很多颜色加在一起调的吗？这颜色也好美哦，所以就是撒下去之后，你的颜料里面会有亮亮的感觉。这是什么？它这个有固态的颜料，用这个色粉画出来会是这样渐层的。我们已经坐下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道具，这个是磨那个颜料用的。云母是石头，对不对？亮亮亮的，这个是有白色的呀。阿拉比亚贡冈阿尔比，蜂蜜呀、啊，你要吃吗？蜂蜜，我是吃的。这边有你看，可以试色用的。你要去挑颜色，什么颜色呢？全青哦，他说2到3尺主色，然后等一下再加你喜欢的颜色下去。你如果想要做珠光的话，你要先放珠光；如果你不要做珠光的话，就不用先放。等一下，先把基本的颜色用好先。先压一下，有一些会比较难压，这样好多结块，感觉很硬。他说要加的跟那个颜料一样多，这个东西1:1的，这个都硬邦邦的。好，然后你可以开始，不是，是小小的八字形，然后要把旁边的那个也弄进去，来把它压进去。一度そうですね集めて、またちょっと硬そうだったら少しマニアゴムを入れてみてください。还是太硬，就可以添一点水。他说你如果觉得太扩散不好压的话，就是像他刚刚那样子把它集中再压一次。对，有没有越来越厉害了？拿起来，好，加一些水，好，然后再磨。如果太扩散不好磨，再把它集中一次。都撸到外面去了，小心把它弄进来，把这个底下的也刮进来。好像差不多，你可以再加一个色。再要加什么颜色？哦，这个颜色蛮美的，也是群青。今天又选了另外一个群青。群绿。要1:1的。没有变吗？看你要不要再加。他说最多可以做2到3个，你可以把它弄集中一点，我觉得太扩散了，它都集中起来。你可以试色，对，那个是白色，云母的话是会有珠光感，那个要擦一下。你也可以加一点蜂蜜。蜂蜜是干嘛？也是让它粘稠的，但这个一定要加，对，一定要加，就是你的1:1。颜色变美了呢，这个颜色好看呢，这是你想要的颜色吗？你要做2个颜色吗？好，那赶快，然后你帮我做好不好？我要粉色的。
试一下，看你喜不喜欢。好美哦！你喜欢的话，可以把它装进去。但是这个刮刀上的颜色感觉非常的脏，你加进去的时候会不均匀，你要把它抹一下，装的时候才会漂亮。这样子，它这个可以刮下来，这样颜色才会多。对，小心哦，把它装进去。现在要做另外一个颜色了，好，粉红色。好啊，不亮。我想要加一点点橘色，等一下再去拿。好，那我们要做第三个颜色，好玩吗？超好玩的，直接裹了。这样子我们就三原色，回去可以调出很多颜色来，是不是？那黄配粉粉别的色进去，他是喜欢那个黑暗系的，他的红色也是黑暗红，黑暗红，黑暗。这一圈特别重，比透明的重哦，粘住了。好，快点，还剩五分钟哦，把它磨顺一点，让它比较有颗粒哦。它好像太干了，加一点水吧。太干了。好，这种食物还要加蜂蜜，对吧？来做饭套。看还有很多那个一颗一颗的，你把它弄到中间来之后，再磨一下。好多了，巨大压饼，加速，它是比较硬，所以要再压。要不要试画一下？可以吗？你那个颜料怎么都有颗粒啊？再压一下吧。不行啊，水不够，太黏了。好，把它集中。那不走，放这里，好，可以了吗？这是你今天做的三个颜色吗？那你下次要用这个颜色画画吗？然后它这个券是可以，就是我们当场如果买东西的话，好像有 15% off。这边有这个 encore， 我们等一下写一下，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报名，很好玩的体验。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颜料放进袋子，要包一下。它有色号啊，对啊，你要找什么颜色？它会跟 Copic 色号一样吗？不知道，这真很漂亮。你看，如果来拍照，也是非常的美。耶、yeah, ，我们体验完了，觉得怎么样？好好玩哦，超好玩哦！如果大家想要来玩的话，我们再把资讯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里面哦。对，今天票的人再见，拜拜。如果喜欢我们这类型介绍这种日本的体验的一些课程的话，对，记得按下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的所有通知，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那就明天上线见，周一直播，周四秀智，拜拜喽。这个很像超小宝宝，超音波吗？超音波的，在肚子在上面。对，超音波的。你看都是颗粒，你还好了，回去你就是那个颗粒疙瘩。还都是疙瘩呢，因为这个磨得特别难用。哦，是吗？